太忙了。2009年3月20号，现在是下午3:20。那我们大概3:15到持有三角点。那三点从登那个三点第二个的登持有的登山口，不是碎石坡登山口。上来大概15分钟。啊，听说下去只要10分钟，不小心了。差不多，照原路了。然后持有山是我的第16座百岳，16座，所以今天完成了16座，今天完成15跟16。我拍一下三角点，等一下。他们这些都是爬山高手，看起来。完成了。哇，今天早上3:30先走品田，品田下来的话已经。1:30吧，然后2点下来，然后拍一下品田，先拍一下品田。啊，品田在那里，那棵就是品田，品田品田，这是品田。然后这个大坝，大坝，小坝，哦，雪山，那个落雪，还佫雾雾，看袂啥雾。雪山已经不漂亮了。你看我们早上来多漂亮啊。嗯。这次是我的第二十六座百岳。今年终于有收获了，不然一直停留在23、24。所以你今年完成了3座哎。是今年吗？没有啊，从去年，今年2座。好。哦，我至少平年是不是有点做跳吗？品田蛮累的啦，不输嘉明湖啊。持有其实，路过捡一下。对，其实持有如果我们也是从登山口进来，其实也有一段距离了。对对。好，它就是登山口进来那一段路蛮远的。嗯。哎呀，那像现在已经3:30了，等我们下山可能就摸黑了啦。3:30哦。我们早上快没电了哦。我知道，知道，早上到山。到这里大概5、6个小时。我一截一个桃山。啊，不是还有2个？桃山加克拉叶啊，桃山你家。哎，的桃山山屋。这个是三角点。